成一家三口行街，身边靓女系边个？据闻当年杨思琪同李咏豪拍拖嗰阵，都会同咏豪阿妈思明甚至细妈咏汉一齐行街噶。不过都好耐以前嘅事啦。早前我娱乐 CIB 竟然喺九龙城见到佢哋三母子同一个妙龄少女一齐行街 shopping， 唔通咏豪终于有新女友？其实呢个细细粒嘅靓女系咏汉嘅女朋友啊！佢哋一行四人买咗好多嘢，拎嘢呢啲草丛功夫梗系由后生仔做啦。思明就双手插裤袋，好轻松咁行街街啦。不过可能因为咏汉自2010年约满无线之后就淡出娱乐圈，身形涨爆唔少啊！尤其拍埋佢个女朋友度，就显得特别巨型咯。中药一定要用硫磺防霉防蛀。虽然南方天气潮湿，但是只要将中药储存在15度冷库恒温恒湿的地方，就不用添加硫磺担心副作用了。